哎，好，我说小，得把这个萝卜给抠出来啊！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年搁的可是时间长了哈。你咋地儿啊，同志？今年哪门？多少钱一斤？酒庄是多少是多少用啊？一勺。那得给点吧，得给一些。那房东那有啥？啊，我这房檐呢，放着我带你溜子呀。 咋样啊？没咋地儿，没往这来呢，就感觉土没弄咋地。给两勺，干啥呀？这咋还没有暖气呢？你看这话说，你给挪到哪去？底下都是暖气。啊！这话，这都是脑袋顶上的。能往脑袋顶吗？不，烤肠我吃了。啊！不动，咱吃啥呀？搁这埋冬。 来年春天吃吧，今冬。谁知冬天吃还是？今冬香就一冬。<笑>春天就不能吃了，就该糠了。你是这蒸一下掏出来，春天才不疼。啥大春呢？过了年了。过了年。啊？那套图不要了，不要他那个，那刀我拿。 我这底下暖和，哎呀妈！烧这三十斤。十来斤。春天的花开，夏天的雨，冬天的萝卜。咋的？挖着来吃。再挖了呗。两不深。哎呀呀！挖坏了。一点都没动过。 那好啊，埋多少长啊？再刨大点坑啊！不用，就给这土往出收，收完了以后，小号。行，喝。大红袍。那带给我，我这什么？掏过来了。咱那土。来，给我扣过来。我装来。应该。 那是借了嘎子，为了哥，先借嘎布哥的。要，搁那嘎子先。搁着，先搁着。这白费。搁这拿壶去啊。是啊，先搁着，等会儿单装。多些呀。这能咋回事？我看了，你这坑啊，这坑啊。哈哈哈哈哈。烂了，这还我上夜了。能上热吗？那咋不是呢？白事还就坏了。没有没有。我这两天跟那婶俩走的可好。 哦，走的呀，好像这头一天走的不累，这几天走的可轻松。来，干啥呢？整的，你真会。能够着咋的？我钻进去吧。钻哪能钻？不是，你这海拔身高能行吗？我这能钻是精品，有洞就钻，有洞就能钻进去。你抬了我试试，瞅你那吭哧吭哧这费劲。 哎呀，我这累呀！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可是，这么回事呢？多大口进不来？啊，多大口进不来？这么大口，发不动。哈哈，你能往这边？你说你趴，你说你趴着往里抠，你说你哪敢进来抠？可见这借嘎子发黄呢？不知道，你说这借嘎子它怎黄呢？这是品种。放不呗。穿棉袄去啊，这。这啊？ 不冷啊，穿棉袄啊。过去了，我过去，我买那是那啥，苹果。苹果。苹果芥菜，可不买这芥菜。啊？一点行啊，跟都给我抠的。你还老这，老就不服我。这压的成熊了，你这手，你能整动吗？都长了。长，给那鹰子出去。 老往外跑呢，谁往这溜达？跑了，顺劲儿。今天这里头暖和呢。
哎呀妈，这个刀能剁动吗？能。啊。嗯，不咋不咋的，哥，吃完苞米吃点这玩意解渴，很渴。